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继续欢迎我们报名的朋友。接下来是张老爹，老爹，好，我们可以，大家可以往后看，从台下走到台上也是一种表演。接下来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张老爹。各位朋友晚安，谢谢你们的陪伴，谢谢你们的陪伴。今天最辛苦的是我们铁花村的工作人员，看那个主持人还要帮忙合音伴奏，然后那个喜如故呢自己唱歌唱到忘了他不是主持人，还一直在主持。还是要挂眼镜啊，老花眼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带来三首歌哈，三首歌。那第一首呢，我想，今天好像是十六哈，农历的十五还是十六哈，十五十六月圆时啊，今天天气也不错哈，托大家的福。那我就带来一首，那个这应该是大陆的歌手的创作，叫做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心和回流
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哦哦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请照亮我前行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里的孤独和叹息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如果常来铁花村就知道哈，因为我叫老爹哈，是因为我大部分都唱老歌，这个歌也不新了，可是对我来讲很新，最近才练的。